唔好處就係話咧，人仔廳嗰度呢個冷氣機咧，就對住塊玻璃。如果呢塊玻璃個厚度唔夠厚咧，其實就噪音啦。第二咧就係啲熱氣咧，好大機會有機會啊，即係都始終有啲熱氣喺度咧，會唔會導致室內喺個位置都比較熱啊？咁夜晚亦都係有噪音啊，你開住部冷氣咧，我覺得呢個噪音都相當都會相對明顯嘅，因為喺鏡嗰個背後就係塊玻璃，嗰塊玻璃除非有好高嘅隔音功能。但佢嘅設計啲怪咧，就中間有一條大嘅橫梁，個設計令到都幾大隻，因為咧就可以隔住咗下邊嗰個大玻璃，似乎佢好似嗰條橫梁即係有個需要喺度，而導致到佢個窗冇辦法開低啲咯。好多時啲發展商都會盡量個窗户完整啲咯，黐住下邊個緊窗咁。咁我相信可能佢有啲特別嘅結構或設計上嘅限制。